小凯的微博现在粉丝已经多少万了？但是有些人承诺的福利没有给呢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帮大家问一下，这个福利怎么办？确实，这个其实之前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但是我看了很久，不是特别满意。哦，对，就准备好了，就很纠结。然后我就单方面给撤掉了。哦，对，但这个就是最近就是会一定会就是发出来，我觉得还是希望发给到最好的给大家，对对对，啊、就一定会迟到哦，不是一定会迟到，已经迟到了，是一定会到，一定会到，可能会迟到，虽然已经迟到了，对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活动一样，虽然晚开始一点点，但是很精彩，有没有？哎、啊，所以。